他就是一个呢，你跟他相处会觉得很舒服的人，你跟他聊什么都会觉得他有话跟你接，然后跟他相处就是很舒服，就是他看起来很安静，但其实呢，其实没有，他超吼的，他就是很吼，然后不管看起来还是实际上他都很吼，会一个很努力会把事情做好的人，对，然后他一直突破自己，就是从高一的时候他只练三天，然后到后面每天都炸家馆这样子。他在抽他只练三天，没有好不好？里面也没有个，里面也没有炸家馆啊，有吧？没有、啊，他还好吧？他没有炸馆啊。我觉得李月莹就是一个生活自在的女人，就是她还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啊，回家吃饭什么的，过得很爽，真是太好了。而且还不会变胖，可以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。重点是都不用练体力，然后舞都可以跳得很大力，然后还跳得完，真的很鬼，超级鬼。反正李月莹就是一个天生就拥有所有一切的女人，除了男人缘以外。哦，对，还要先改善她的恐龙。她都会说：“天哪，那男的好帅。哦”但是我讲话，但是我恐帅哥、啊。我跟你说，他不是恐男。他只恐帅哥，所以呢，讨厌丑男，所以跟我们跟我们真的没有谈，完蛋了。跟你讲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跟李月莹很好的话，代表你是不丑，你是不丑不帅的 gay 这样子。好，反正就是呢，他真的是很窝心的人吧，哈哈，我很喜欢他，就是很可爱的小动物这样，笨动物就笨笨傻傻呆呆吼吼的，但是又很温暖。我们是高二之后变趴呢才熟的，反正就我一开始觉得他是个很安静的人，然后呢高二之后才发现他真的是个疯狗，讲话超大声，然后会跑来跑去，然后一直跟陈儿童打来打去，有点低能低能的吗？但可能没有我低能，没关系哦。而且很小女生，反正我们热舞社最小女生就是玄熙跟李元颖了吧。虽然我跟李元颖的个性感觉差很多，因为她是那种温柔内向，对外人哦，不是对我们，但是对其他人就是温柔内向啊。我可能就是疯狗，她是对我们才疯狗。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很不像，但是意外还蛮合，就是我们可以互补对方就是没有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我们都幻想打完公关可以交男朋友，但是她跑来问我说：“你都怎么跟男生聊天的？”我跟你说，跟男生聊天也不会交男朋友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。他是一个怎么办？我觉得他很恐男欸，他超恐男，他连我们社团男生都好不起欸。就是呢，他跟我们社团讲话，男生讲话只会说：“欸，你要缴3000块哦。欸”“欸，你要缴1500。”“欸，你钱还没有缴。”“欸，我都说跟你说你要缴钱，怎么没缴钱？”“欸，真的是他声音超级甜。”然后他喜欢发出一些很怪的声音，就是嘴怎样？“哦哟，嘴怎啊？我东西掉了。”然后都很说：“啊，我们要接马学弟妹，对，要接。”他都说，他说他不太懂什么美术之类的东西，但是他几把版面弄得很干净，然后呢什么都准时做到，然后又很尽责，然后总务也是，他把我们钱管得很好，我们惩罚钱竟然够欸，一起给他一个赞，三二一，赞，耶，谢谢 ，money money money， 好，你很瘦，请你多吃一点，虽然你要吃很多。哦，我想要吃胖一点，不然我穿不下那个裙子啦。你知道我为了那个裙子减肥吗？好无我的头真的好痛哦。怎么了？哦，我昨天有点喝太多啦，宿醉啦。你竟然在惩罚前喝酒，你才几岁啊？等一下。16，等等，这才不是重点呢。重点是我头真的好痛哦，走路起来也飘飘的，有种随时会晕过去的错觉哎。哎，那刚好下一支舞跟你状况一模一样哎，还是你要上去跳？你是说想姐、学姐们跳的那是女舞吗？对啊，那让我们来欢迎醉。在水中央。
It's a piece of cake.